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生的爱情也会孤人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阿兰些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原是和董树林要来订请的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啊，真歹势吼，啊，拢小可会拍的。其实吼，你若是讲这个画面吼，有看到我呢小可咧拍的吼，啊咧吞嘴暖，啊，那么就是我拄只，吼，拄只啊，伫个这个片头吼，啊，我有八道腰，哈哈哈，食一块面吼。那么这个面是阿宏。家己阿落去煮的，那么阿宏会使讲对这个煮食吼，超过五十年啊。阿宏煮食超过五十年啊，阿你个想？那么我自细汉啊，会使讲十几岁啊吼，十几岁啊，啊我就学煮。那么咱所知影过去吼，诶，这个人比较得，啊，拢较困、较俭。啊，那么过去嘛无像即阵啊，吼，啊，街头巷尾吼，啊，有足好食诶，啥物咧快餐偌济吼，较早无，较早有啥物啊？
有一般的这个面丁、面单，哦，就是切啊面，哦，啊个这个，这个咱叫做大面，吼、哦，啊迄种面粉，啊落去，弱弱的，也葱好安尼一条一条，即叫做阳春面。甲油面，那么较早有两种。当然啦、啊，啊，这个油面无落掺豆菜，无落掺韭菜。啊，那是这个阳春面这啦，吼、哦，啊，咱就所知影，伊较早用拢用迄个猪油，哦，猪油较早。较早无像哦，即阵我沙拉油啥物无啦。阮迄阵个时代也无即种沙拉油，拢用猪油。当然啦，了后发展啥物咧炒橄榄油啦，哦啊啥物咧葵花油啦，甚至会算啥物啊啥物综合个啦、调和油等等遮啦。较早无，较早拢用豆油啊甲猪油。哦，还有一个土豆油，土豆油，阮是咧讲，阮咧讲是讲花油啊，花油。那么土豆油，咱所知影落去煎嘛，哦，落去煮，煮个土豆油，土豆油真香。所以较早普通来讲，猪油上个普遍的，猪油，因为菜市啊，猪肉拢有猪油。啊，所以买猪油爱蘸油。啊，譬如讲，有当时啊掺菜啦，啊，那么阿黄较早吼，细汉食搅猪油，啊，搁啥物啊呢？豆油、甲猪油，吼、哦，有够香个啦！你若安尼落去搅搅个，就食甲变变叫啊。阿黄真好嘴豆。甲即阵啊，嘛是感官足好吹到，所以有个人讲啊，什么咧感冒啦，什么咧袂食啦，什么热人袂食啦，无迄个道理，无迄个道理个，啊，阿黄一雄，热人照常食，当然寒人比较得胃口较好，吼、哦，胃口较好，吼、哦，这是心生理的。啊，这个问题。那么讲到这，让大家了解讲，过去的人实在是生活简单，真朴素、朴素啦。无像即阵啊，鱼鱼肉肉，逐项食食到足好个，甚至食到讲叫做现代病啦，啊，较早哪有通讲安尼啊？较早人通安尼，较早人大伙吼有无有啦，较少，都除非吼祖传的、遗传的啦，吼、哦，迄个大伙都无法度。普通吼，大家拢足结实的，啊，无就散。迄阵啊，嘛有一寡营养不良的，但是毕竟，毋是讲介侪，毋是讲介侪吼。好嘞，嗯。节目就来个开始。那么首先，我来讲这个，我是台湾人啦、啊，我是台湾人啦、啊，我要保留中正纪念堂啊，这伊嘛是台湾人。啊，伊讲我是台湾人啦、啊，我要独立啦，我要将到中正堂哦，啊，该取消掉了呢啦。所以最近。阿芳嘛报过啊，哦，这个台湾，什么遐我阁未记，什么党？但是台湾自由党还是什么党？啊，就去中正堂，啊来个喷擦安尼啦。来，咱过来来就个讲一位作者，姓罗。
这应该是艺名啦，应该是艺名，笔名吼，应该是笔名。那么笔笔者目前学伊在欧洲旅行啦，吼、哦，啊突然间看到朋友分享到新闻的这个标题，讲的说民进党完全执政，本土团体呼吁处理中正堂纪念，中正纪念堂。那么内心一阵的激动，甲惊吓啦。伊讲哦，无看过这个拿破仑落台啊，法国人就将凯旋门啊来甲拆掉，或者是改名伊的这个代志。历史既然已经发生，便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啊，不可磨灭的这个共同，也这个足迹啊、嗯。那么每一段历史，拢是对无完美努力进化完成，成完美的这个历程啊。那么每个过程，拢有受益。受害者，那么那是在过去的这个历史里面，发觉讲值得改进的所在，那么后人，后来的人应该谨慎记在心内啦，谨记在心安尼啦，卖搁再犯同款的这个错误啦，那么离非磨灭。或者是讲篡改历史遗留落来的这个足迹，那么中正纪念堂是台湾全体国民伊的这个共同文化资产，无代表蒋中正，是所有人吼、哦、心中内面的这个偶像呢呐。那么就像这个凯旋门，每年。为无做甚物，而即个法国人哦，法国人民带来了可观而即个观光收益，无代表无表示现在而即个法国少年人认同拿破仑是因而即个皇帝，那么因甚至可能感觉讲，迄个拿破仑。主，这我都唔知啊。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字可能拍了唔对。我看，因甚至可能感觉讲，哦，迄、那个破轮子啦，哦，破链啦，哦，破轮子，那么是一个自私自大的这个。少的啦，少人。那么想做皇帝，吼、哦，无成，哦，可能拿破仑囝个那些喏，吼、哦，要做皇帝无成哩，反倒转落得悲惨的这个落场安尼啦，下场。那么但是因起。而这个凯旋门，虽然在伊败北了后断绝，而这个停工，那么后来又原被接手，而这个在位者，来竣工完成啊。那么并保持在重要而这个庆典，历任总统就职以及到下任的时阵。在凯旋门啊，而这个下面举行仪式，而这个传统到个今日安尼啦，或者是作者罗静伊安尼在讲。那么台湾有历史的这个意义，吼、哦，宏观美感，而这个建筑物已经无多啊啦。
那么的孙安呢？我美国人还是西洋人？那么去的这个红毛城，日本人去的这个总统府，都会用来保留。那么你中正纪念堂却的孙安要来个处理掉呢？敢那有一点啊讲袂当过？伊咧讲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对不对？是那阿门城，哦，这个淡水，这个阿门城，哦，伊也是那歹处理。那么总统府是日本人，较早的时阵呢，也这个总督，所以总督就是咧管台湾的。啊，是那总统府歹跳，伊讲的敢那阿洪咧想起来。甲看起来，有道理啊！但是我甲你讲，民进党的拢是针对的，针对什么？针对国民党、中华民国的。你政府的孙安尼啊，日本人伊嘛无咧管伊，好对不对啦？好啊，这你这若不是你政府啊？哦，即马那是的时阵，马英九讲我是日本人啊！哇，我看即只大代志大条啊啦，代志大条啊啦，好、哦、对不对啦？所以民进党就是即种的即个党，同款啊，支持民进党的人嘛是同款安尼啊。民进党的人唔对，拢点点呢，啊，拢点点。好、哦、啊，国民党的人唔对吼、哦，啊，就袂起个。真正袂起个，啊！所以你甲想，差遮尔啊多。国民党个毋是台湾人啦，哦，国民党个毋是台湾人，国民党个是外来政权啦。啊，奇怪，我常常咧讲，啊，蔡英文讲个孙安尼啊，包括民进党讲中华民国，啊，已经死啊。伊也是讲在台湾，奇怪，要甲人咧选吼、哦，啊，这种的时阵啊，伊的面皮哦，唔知到底是安怎，我嘛唔知。那么是较高，伊也是较薄，啊，还是安怎，我嘛唔知。所以嘛，再讲吼，阿洪定定咧批这不正的啦，啊，无公正不正的。这些人，包括政党，那么刚如同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么已经落成介久啊！哦，你哩八事件嘛，确实曾经啊来发生，除了你哩八公园遗址外。那是大家感觉讲，还佫有必要，应该另外建立新的这个建筑以纪念。那么不但会当有一个依据，吼、哦，那么明确目的，做出独特的这个设计，佫较会用的增加这片土地。顶头有文化的这个含义啊，值得后人参访、学习伊的这个标志吼。那么你唔是用过修改、处理其他历史建筑伊的这个方式啊？相信讲那安尼的这个纪念嘛，无。必有，而且诚意安尼啦。所以，伊这个作者吼，看到到底，唔是干呐？你这个热情啊，伫不满，伫感叹。阿宏做节目，逐工拢伫批啦，逐工拢伫批啦。尤其是民进党，最贵最无分。当时我有讲过啊，八二三，
那卖国民党率领台湾同胞，对不对？甲老乌啊，即个激烈抵抗即个中共，啊来侵犯到即个金门。那么咱台湾人早就已经去用统计啊啦。啊，大家敢有咧感染无？所以民进党即种个党，我有讲过啊，伊是假性伫个中华民国内面个假性党。安怎讲？即个假暗你出来甲看，对中华民国吼，啊，倒伊安怎，倒伊安怎呢？啊，你甲想看卖啊？啊，奇怪呢？啊，因遮个人。啊，搁要做中华民国的什么呢？总统，什么这个民意代表？啊，你甲想看卖啊？有够讽刺的啦！好，到这结束，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呢，听一首啊。嗯，我看卖啊。咱敢若要报一个啥物啊？结果要报啊，去互闹去，吼、哦？嗯，来，无业的灯塔，这哦，这其实拢是日本改编的。那么咱过去吼、哦？啊，因为咱讲，咱甲日本无交邦交迄阵啊，伊也是拿俩日本歌啊，共 copy 过来，吼、哦，包括也是拿俩伊的即个谱词，改咱台湾的即个意思，安尼嘛唱歌，吼、哦，像一帮人什么呀、啊？等我向侬要讲。伊阁吞落去啊！啊，红一方呐，包括因即马因囝迄个红红什么红安尼呐，红英红哦，对不对啦？你家看，唱迄个日本歌，啊，伊也是安尼啊，啊，讲伊是台湾人，有够讽刺无？真正有够讽刺的啦，对不对啦？啊，你家想？伊嘛唱甲抓袂掉，对不对？啊，若要讲安尼，对，我才想到。那么最近这几天啊，有一个网友，吼、哦，伊也是从那点个 YouTube 的，啊来咧教我留言啊。但是内容我无去甲看，我是看伊出有一寡小寡头一个文的款，啊。伊就咧讲的孙阿娘，哈，啊，这个啊，怎解释啦？什么咧？放车啦，抛猪啦，哎、欸，拜托个。啊，这红英红嘛是同款啊，对不对？红英红嘛是，伊的情某啊，嘛是个同离调啊，对不对？新闻咱都看到啊。啊！你甲想，我有讲过啊，迄人家庭的事事咧，对唔对啦？啊！你咧讲人什么咧？得怎解释？安怎都安怎？老实讲，迄甲连死啊关系都无。迄人伊私下，对唔对？因家庭的这个内幕，是唔是安尼？甲国家有啥物问？哪有啥物啥物迄落个啊？啊！来讲乌黑，那安尼红英红，你唔着讲乌，对唔对？啊！你拢看人个嘛？所以阿宏分甲真清楚，迄人个代志，迄伊是伊个代志，完全甲社会拢无关个。只要伊歹犯法，对唔对啦？那所以像这帮人一讲甲暗，啊，都安尼什么咧？哎、欸，等我就搁吞落去啊！啊，
什么的都啦，哦，什么的支那啦，一尴尬，拢专门咧讲遐啦。啊，这帮人你家想看到知影，食饱先用啊。啊，所以食饱先用，表示讲啦，太平时期啊，对不对啦？伊唔在食饱先用，是不是安尼？好啦，讲这，到这咱个结束，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哎，我拄啊选一个来说，啊，哎呀，冰点啦，共同欣赏，再见，拜拜。Show me.